夜幕下的 CBD。 当人们下班离开了办公室，一场人类从古代到未来都完不厌的追逃较量正在宁波东部县城上演。 世界第一个30万平方米真实商务区构建的追逃赛道。这个白天熙熙攘攘的中央商务区，夜晚将变成梦幻的都市竞技场。一些仿佛来自于异次元的巨型装置，将降落到这个街区。让我们在渺小个体与钢筋水泥森林的较量之中。 释放自己的权力吧。
的是由无忌时代的引领者 Vivo 为您独家冠名的浙江卫视全国首档大型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秀《追我吧》，欢迎陈伟霆、黄景瑜、萧敬腾、范丞丞、周楚曦。刚刚已经看到了先决战了，我很想请教，这个节目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黄景瑜、刘力，他在试探我。我已经爆掉了，爆掉了。刚才你是逃，你是追，对吧？对。你自己感觉更喜欢逃还是追的角色？追。追的角色好。至少你可以追完全场。好好，抓到就抓到了。你喘一喘，你喘一喘。很久没有听到这么喘气说话的黄景瑜了啊！你喜欢追还是逃？我又喜欢追又喜欢跑。反正在前面又 OK， 在后面又 OK 了。也对，也对。对。陈震，如果是你的话，你想要追还是想跑？我是想追了。明知是追不上，但是我还是想追一下。他追不好吗？有这么多人同时跟你讲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也蛮过瘾的啊。老肖啊，请你来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我一开始很兴奋，因为我很喜欢运动嘛，但是我现在非常紧张。对，钟楚曦紧张吗？你最怕什么？我怕被人追啊。哇，就光这个被人追就很恐怖，平时被人追太多一点。哎，你们俩不要隔那么远嘛，对不对啊？你们哎，其实我今天是来认识亲兄妹，亲兄妹。哇，真的好像啊！我是他的镜子，对，他也是我的镜子。我们见到面的时候，真的就笑了半天，两个人面对面这样笑半天。哇，觉得看到自己。祖儿，你怎么好像啊一句话都不讲？你在怕什么？我怕全部。来帮他喊个加油，来，三二一。别越喊加油越怕。哎呦！好了，各位，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跟各位宣布 ，Vivo 追我吧这一季的规则，在场上的六位成员将要面临不同赛道的考验，每一条赛道都考验你们的体力、柔韧性、爆发力、臂展、耐力、身体协调。请注意，并不是每一次上赛道的时候你都是一个人，你可能会有你的搭档，但是无论如何你都会面临具备最绝对职业素养的追逐者对你们的考验。只有完成考验的人才可以得到闪电勋章，从而依据闪电勋章的多少来竞争整一季的追我能量榜的最终排名。现在我宣布 Vivo 追我吧第一集正式开始啦。现在呢，我们就要选出首先登场的两位追我家族的成员，你们希望看到谁先上场？萧敬腾、范丞丞，你不是说要减肥吗？我又在减呢、啊。你要不来一个呗？我觉得啊，还是萧敬腾的好，早一点好。因为你出现就会下雨，你早点跑完，说不定还好一点。哎，我先跑的话，后面第十日的他们围攻。我也不怕，反正你跟钟楚曦长得像，两个雨神在一起，说不定就没事了。负负得正。这次我们派出场的阵容呢，是根据我们的 Vivo 的人工智能助理 Jovi 来选择的。现在我们来看 Jovi 为我们派出的第一季第一集 Vivo 追我吧，首发登场的成员是：第一轮挑战赛道的是范丞丞，第二轮挑战赛道的是宋祖儿。你出来！每次我们上赛道的时候，我们将会比我们的追逐者率先拥有60秒的首发权。首先派出场的两位，你们可以通过我们在正式比赛之前的一组挑战，为自己争取20秒的时间。
获胜的人拥有20秒，也就是说你可以比追逐者早跑80秒。如果是平局，就每人分享10秒。你要20秒还是要10秒？我不要，我很厉害的。OK OK， 一会儿都看不见我从这出去。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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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对不起，我要20秒，哎呀，你看你的腿在哪儿？好意思吗？来，本轮争夺战的比赛项目是蒙眼抓。蒙眼抓，本对战共2轮，单轮时限60秒，双方可任意邀请一位成员帮助自己场外指挥，自己在限定空地中蒙眼听指挥行进。第一轮结束后，双方追逃关系互换，2轮后抓到对方用时更短的人获胜，获得额外早跑时间20秒。如果平局，则双方平分20秒。现在你们俩谁先抓？我抓，那我抓。好，你们各自选一个指挥官。那我选景瑜哥吧。因为是前辈，我们要促进一下感情。来，左儿你选。我就选楚曦姐。好，现在进入时间争夺战的赛场。哦，大不走没关系。把你们的选手放到场地的任意一个角落里。3、2、1，停！停！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好可怕！好可怕！左儿，开始了吗？准备。别怕，别怕。3、2、1。直走，前面。前面。往前。往右边。可以一直走。一直走。往前。石头。左边。往前。大步跑。什么意思？已经坚持30秒了。大步。往右跑。你跑的方向走。前的方向，大哥，还有最后3秒，往前，时间到了。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大的问题，我完全没有方向感，你们的问题很大，这么远。现在双方互换攻守关系，我选蓝哥有方向吧。任何一个方向一直跑，他就抓不到你。OK， 哥，请钟楚曦和黄景瑜退出赛场，来准备。3、2、1，抓！这么快吗？这有问题，这绝对有问题！我一抓着栏杆，死命往里面跑。哎，为什么？他让你扒着栏杆，不是扒，是扒着栏杆跑，知道吗？你紧紧的扒住，他是抓得到你的。我们来宣布一下时间争夺战最终的成果：范丞丞，你只有60秒的率先领跑权。我觉得够了。宋祖儿，他可以领跑80秒。好，第一个要出发的范丞丞，现在要帮你挑对手了。请戴上 VR 眼镜。哇 ，VR， 在 VR 眼镜里面有我们今天所有的候选的追逐者的资料。哇，有2个，你看那个数值有一个全满好像。哇，这期帮你选中的是洪小龙。哇，这也太壮了。洪小龙，胸围110公分，腰围78公分，黄金倒三角的完美比例，第一个在国外拿到健体职业卡的中国运动员。我是冠军，也是父亲，我是追逐者，我是洪小龙。他是2019年亚太健美锦标赛健体冠军，同时也是2019亚洲健美健身锦标赛冠军。穿这个是不是不方便展现肌肉啊？啊，是有点不方便。我们已经看到了，已经露出来了。刚才看到那个，你也是一位父亲嘛？
对啊，我宝宝在哪边啊？在现场吗？在现场。哦，是这位啊。他也很壮哦。才两岁不？两岁吧，两岁啊。两岁的。哎，今天孩子来跑，你会不会有点紧张？不是很紧张，我觉得通过现场他们能够看到我努力拼搏的样子，我觉得也挺好。好，全国的观众们，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范丞丞将会首先挑战的一号赛道。一号赛道总长1.6公里，包含两个大型装置。首先面对的是巨型甲虫，其内部的三条通道需要飞檐走壁才能突破。紧接着，蜂巢虫洞由30个2米高的蜂巢组成，是一个巨型立式迷宫。此外，赛道上还分布着变量障碍以及终极爬楼挑战。在借助绳索爬到高达70米的大楼顶端后，划破夜空，速降到对面的群楼，并回到终点拍灯。请注意，赛道上只要追逐者接触到领跑者，就意味着领跑者被抓住，追逐结束。而一旦进入到大型装置中，接触无效，追逐者若率先抵达装置出口去拍灯，则意味着领跑者被抓住，追逐结束。明白了，明白了。好，加油，加油，加油！两位，请准备。五 G 观战台申请。哇哇，高科技！哇，这太高科技了吧！由 vivo 冠名的《追我吧》，我们将会用最科技的方式，就像 vivo 异常给我们留给的印象一样，来看看他们全部的奔跑过程。两位请准备，想要快人一步，请跑出 vivo 五 G 的速度。加油！起跑了！哇！加油！妈呀！哦，这样的，看，看着这，看着这。哇，还有航拍啊！哇，亮的！哇！哦！我的天哪！我们说话，晨晨能听见吗？晨晨听得到我们说话吗？加油！加油！哇！要过这个是吧？耶耶！现在上了不变三角，这个没有问题，你可以选择把它摇高一点，你现在还有时间。那现在再把三角桥摇高，变成一个锐角，这样对小龙待会儿通过它的时候会造成很大的障碍。好，快跑，快跑！还有6秒钟，晨晨还有5秒钟，小龙就要开跑了。追逐者，出发！加油！可以的，可以的。哇哦，他跑得很重啊。小龙像个机甲战士，好，他已经到那个巨型甲虫，巨型甲虫，第一个就是这个啊！要完成巨型甲虫，在它的血盆大孔当中，绳索能助你飞檐走壁到达对岸，一旦掉落，海洋球将会拖慢你的速度。走，陈队。往上爬一点，往上爬一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抓住！别下去，别下去，别下去！上上上，接着上，接着上！爬上去！海洋球更慢，爬上去！陈晨陈晨，龙哥已经在过三角桥了。龙哥慢一点，龙，还有龙哥上不去。龙哥卡住了。可以可以可以。晨晨，你慢一点，晨晨你慢一点，龙哥卡住了。海洋球更慢，爬上去，拉住拉住。啊！晨晨，龙哥过了三角带了。加油加油，龙哥过来了。拉住拉住，完蛋。爬上去！
哇哇啊哇！男生加油，男生快跑！加油加油！啊！男生快跑！龙哥过来了，龙哥过来了！好棒！晨晨已经过了巨型甲虫了。现在不着急，对晨晨，你就保持匀速，保持匀速。哎呀妈呀，这也太累了。龙哥上来了，晨晨。龙哥过来了，龙哥过来了。你还跑吧，他追上来了。快跑，快跑！加油啊，晨晨，加油！应该很累了，加油，晨晨。OK。加油。龙哥跑起来喽！现在来到了 vivo 5G 时间闸门。闸门位于85米的侧层带道尽头，实验台上有放置 vivo 5G 手机，点击下载按钮启动 5G 下载，文件下载完成，闸门开始下降，拍下助力的按钮能够终止闸门下降，顺利通过还是费力超越，要看你的速度。这个将会是和 vivo 5G 一起来拼速度的。加油，晨晨！ vivo 5G 手机的下载速度太快了，几秒就下完了。哎，这个很快。vivo 5G 真是快人一步。哎，这个很快。哇塞，晨晨加油，冲一下。我觉得晨晨现在爬楼的可能性很大。晨晨已经通过了我们的 5G 的速度测试区。可以了可以了，好厉害。我这个很花时间。晨晨已经到了蜂巢，都乱的，太难了。你不要迷路哦。蜂巢虫洞，它会把你困在其中，有30个堆积的蜂巢，每个内含4扇或开或关的门，要通向不同的方向，尽快抵达出口吧。蜂巢虫洞每次启用路线都将不同。哎，它门是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由 vivo 手机来现场拍摄的，并且通过 vivo 5G 技术实时传输的高清画面，非常饱满而且非常流畅，这就是 5G 时代的引领者 vivo 可以带给我们的全新感受。因为前面没有门啊，没有门，快快回去。哎，他从这下面走可以吗？往哪块走？回去，往回走。过去。啊，对，往里了，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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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边那边，对。龙哥来了。龙哥也到蜂巢了，啊！下可以，下可以，下可以，下。龙哥来了，啊！左边，过去了，反过来，晨晨反过来，反过来，从这边，另外一边，这边是死的吗？看不见。不行，这里没有门了。龙哥来了，别急，可以的，可以的，往下走，往下可以，往下可以，出去了，出去了。哎，可以，这样，可以了，出去了。看这个按钮，晨晨按钮，好。我那他要爬高楼了。啊，好像是。他到了。范晨晨已经成为了第一个到了爬楼挑战的追我家族成员。挑战者将借助绳索靠自身配重助力向上攀爬，接着划破夜空速降到对面的群楼，全面考验臂力、耐力和爆发力。好累啊，感觉。哎，这楼太难爬了，你看看你敢爬外面吗？他是不是不敢上去？
我也不敢，我也不敢。我下午看了一下，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如果你这个楼矮一点，我肯定没问题。你这楼太高，不行。龙哥过来了，龙哥也累坏了。我看到他，我看到天。但你说他都走到这儿了，他如果后面真的不走，其实也有一点。跑那么久，哎，太可怕了！这个谁敢爬呀？要不我试一段？太高了！加油，加油！上了，龙哥上了。这个挑战确实有点难，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很棒很棒，陈正业很厉害，加油！陈正业很厉害。真的，真的心理恐惧真的会，紧张会让你更没力气。看那个晃的绳子就是龙哥的，最外面那一根，最外面那个。这太夸张了，这太夸张了！哇塞，龙哥成功登顶！来了来了来了哦！啊天啊，看着都怕。龙哥加油！加油，龙哥，走了。感受如何？哇塞，这个爬楼简直是一大挑战，真是挑战。你从下面看到上面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什么叫恐惧。龙哥真的是，他其实耐力值应该是爆表的那种。对，因为我其实前面还领先了一点点，但是到后面就没有克服到那一关。已经非常棒，咱们俩。那个真的太可怕了。前面给你个忠告，前面稍微跑得轻松一点，慢慢跑。我就是前面到那个
甲壳虫那块费太多劲，就一直在掉下去。但那个甲虫，我怕我在那一关就过不去。就前面不要冲太快，因为你有80秒。到那个甲壳虫，你就拉那个绳一点劲了。我想问龙哥一句话。对。你到底怕不怕？不怕不怕。你不怕？其实下来那段，你们看起来很怕，其实再稍微一点都不怕。爽吗？挺舒服的。在规则判定上，我们宣布追逐者龙哥获胜。来，让我们一起用 vivo 一起合影。第二位即将登上赛道的追我家族成员已经准备就绪了。左儿，来，请挑选对手。我们由 vivo 的人工智能助理 Joey 来为你选择一个对手。美女孩，你很厉害。我们欢迎追逐者施伟登场。施伟，户外轻极限运动达人，潜水冲浪、高山滑雪、野外攀岩，样样在行。1分钟20个引体向上的怪力少女，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夹苹果。其实一直不想承认这是我的绝活，我夹碎了有点尴尬，我夹不碎我很丢人，要不然还是吃掉吧。我是追逐者。我是施伟。Hello， 大家好，我是施伟。然后我现在是一名运动摄影师，我的朋友呢都叫我铁豆，因为我很铁又有点豆。铁豆啊，铁豆。OK， 你那个真的可以夹碎苹果吗？反正现场又没有苹果，随便夹。我们现场有苹果吗？真的假的？真的有苹果。真的有苹果，别了吧。真的可以吗？这个，那咱不能浪费食物嘛，就吃掉，吃掉。加成7吧，我们分一下。真的可以。哇！要榨成汁儿不会浪费的，哎。这么想的，你这么想，给你80秒，如果你80秒，如果他追上你，你就会被。不会了。哎，走走走。不会，放松，不会。好，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好不好？好的。好，二位，请准备。想要快人一步，请跑出 vivo 5G 的速度。请听倒计时，3、2、1，走！走！80秒的时间已经开始了。一开始好像在控制速度，时间很富裕啊，慢慢来。宋祖儿，他可以领跑80秒。加油，加油，祖儿！给他一杯。摇晃的红酒杯，让他在这里面迷醉。好了，到了第一个障碍，河边三角，这应该比较轻松的。要摇起来啊！摇起来。不要。好，还有最后的7秒钟，你的追逐者就要上路了。3、2、1，施伟上路。哇，施伟很快啊！你太快了。他就在你身后。怎么这么近啊？好，左岸到了巨型甲虫，加油，稳住一口气再走。现在就看施伟能不能顺利的通过三角，加速了。开始点轻松。重心往下走，横着走，很顺利。你做得很好，左儿，非常棒，非常棒。对，就这样。就
能维持这样继续往前走就过去了。漂亮！加油！好。现在狮尾已经进入了甲虫，狮尾已经进甲虫了。狮尾，你看狮尾，它飞得很快哎！哇！如果它掉下去，它，哦，它可以游过去，它可以游过去。虎儿，虎儿，跑几步吧，虎儿。加油，你就保持这个匀速跑就好了。狮尾已经完成了巨型甲虫。祖儿他一直在跑，他跟着距离在拉近。祖儿到蜂巢了，祖儿他离你非常近了。现在我们又到了蜂巢的这个部分，选一条路先走，先往前走，你在装饰里他是不能追你的。往前，在这儿，在中间了。再往前，加油，往前走，可以。往下走，再往前走。上，上，上不去，那个门关了，那个门关了。加油，加油！对对，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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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你等一下。小心他的手，不要让他夹你哦。小心！今天追到你是我答应了好多人，好多人想要追到你，追不到。你肯定能追到我。你是不是想爬那楼？你要不想爬那楼，我就走了。不是，再等我凑一下。来，呼吸，跟我一起。不是，走，呼，不行，吸，走了。祖儿，抱住他到天亮，我们就结束了。祖儿，抓好他，你小心他突然间跑了。你今天追到我。你反正那几个男的都不会原谅你的，真的。啊！导演他威胁我。加油！来，等一下，再等我最后一秒钟。啊！我在想这个路怎么走。啊，往那边走。想两分钱。不是。你跑错方向了。别让他走。如果比你先离开蜂巢，你就被冷雨已经失败了。等一下我。再上。加油。上。再见。不是，太快了。如果狮尾暗亮，狮尾会暗亮吗？哈哈，暗亮等起你。祖儿尽全力了，祖儿尽全力了。我觉得我现在走上了人生巅峰，为什么呢？因为我追到了祖儿小姐姐。好可爱！来，让我们欢迎祖儿和狮尾重新回到现场。来，给他们鼓鼓掌好吗？都是很棒。祖儿先说说感受如何？我现在有一个新目标，我们努力，我争取我后边体力好点，爬上最高的那个楼。啊，刚豆，刚刚听说你有话要做。钢豆，铁豆。钢豆，我老记苹果，我老记得是钢果，钢铁女侠。他说他是钢豆。对，怀上哥，铁豆，铁豆。知道为什么叫铁豆？就是因为我玩那些极限运动比较危险，所以就想要一个结实点的名字。铁豆，钢豆更好。今天来居酒吧有什么特别想讲的话吗？很多人因为看了我的视频，他们走出了这些钢筋水泥，喜欢上了某一种运动。当这些陌生人给我反馈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谢谢。值了！再次掌声谢谢铁蛋儿，给我们留下太好的印象了，谢谢。啊，我们也用vivo手机一起拍张照吧，好吗？三、二、一。好了，到目前为止 vivo 追我吧第一组两位我们的选手已经都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了，我们晨晨和祖儿，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了。 Joey， 请告诉我第二组要出场的追我吧成员是谁。陈伟霆，陈伟霆。第三轮挑战赛道的是陈伟霆，第四轮挑战赛道的是黄景瑜。来啊，谢谢 Joey。 接下来是陈伟霆和黄景瑜。首先我们开始的是我们这一轮的时间争夺战，对战的项目是越障抓。越障抓会战共两轮，单轮时限30秒，双方在不满障碍的场地内一人追击一人躲避，接触到即为获胜。第一轮结束后双方追逃关系互换，两轮后抓到对方用时更短的人获胜，并为自己赢得额外的20秒赛道早跑时间。哎，好了，如果大家呢也想来参加我们的挑战，和我们的明星艺人来比一比看谁的体伤更强，下载抖音短视频 APP， 抖音越玩越嗨，追跑自带节拍，欢迎大家来参与站内的话题，不服就来追我吧，一起来测一下。不服就来追我吧！我在抖音上看你这个剪头发的视频，我也看了，就觉得剃头会快一点，不会被人抓到我头发。哦，好了，要想有个帅气的光头，可以上抖音看伟霆的剃头视频。好，接下来呢，两边请就位。黄景瑜抓，陈伟霆跑，越障抓，计时开始。景瑜哥一直在飞檐走壁，伟霆哥一直在自己跑圈儿。双方互换攻守位置，这一轮陈伟霆抓，黄景瑜跑，倒计时，加油加油！会不会三秒呢？伟霆来，请到 VR 眼镜那里去挑选你的对手。你可以左右看一看，对。啊。哎，这个是宋祖儿说很帅的那个是吗？哪一个？是吗？你给选错了。刚刚有一个。哎，有个红的，有个红的。伊尔盼，185的身高。哦。哇。来，我们欢迎追逐者伊尔盼出场。伊尔盼，篮球国家一级运动员，曾效力于省级青年队，三次拿下全江运动会男子篮球 MVP。无论身在何处，对于篮球的热爱始终如一。我是追逐者，我是伊尔盼。大家好，我叫伊尔盼，今年22岁。23岁。曾经是国家一级篮球运动员。女人。哎，女人在帮女人。你们刚刚不是这样的，刚才不是叫我老爸吗？
来，等一下，等一下，我帮你们问一下，我帮你们问一下啊，那个平时朋友们怎么称呼你？叫我盼盼嘛。叫你盼盼。对对，简称。他叫盼盼啊，盼盼。你现在的状况是？单身，单身。单身，单身啊，现在是单身啊。你是为了上这个节目所以单身吗？一直都单身。一直，22年来一直都单身。对，一直都单身。我先去准备了。你也不要太大压力吧啊。北京哥加油。这一轮黄景瑜和陈伟霆的赛道跟之前不太一样，来请看这一轮的全新赛道。2号赛道总长1.3公里，包含两个大型装置。首先面对的是平衡滚筒，还有两段持续旋转的零锥形滚筒组成，挑战者需要保持平衡从桥上通过。接下来的摇摆竹林是一片长达20米的弹力杆赛道，臂力、耐力、平衡性会成为通过的关键。此外，赛道上还分布着变量障碍以及终极爬楼挑战。两位，请上赛道，加油！想要快人一步，请跑出 Vivo 5G 的速度。别追太快。请听倒计时。陈伟霆来了！陈伟霆拥有率先的80秒的领跑优势。来了，保持体力。北霆哥特别像出来夜跑的。对，咱们俩就是那种。其实我已经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他现在已经过了2条街了，他就到了第一个平衡滚筒，零锥形的滚筒会持续自转，速度是可变的，想要快速通过就必须稳住你的脚步，一旦要是从半空中掉落，海洋球也会拖慢你的角度。哇，北霆通过平衡滚筒非常顺利。我太懂了，太懂了，看一下有多快哦。他来了，他来了，你的追逐者出发了。好快哦，追你来了。现在伟霆的速度并没有减慢，伟霆仍然保持着相当匀速的速度在前往第二个装置。伟霆加油，伟霆真棒。第二派已经到了平衡滚筒。哇哇，他们非常迅速的已经通过了平衡滚筒，非常迅速。哥，他过了那个滚筒了。他有点累，有点累。哎，他没有停下来过。伟霆一直保持着比较匀速的奔跑。太难了，伟霆加油！他过来了。哎，过来喽。他过来了。伟霆已经开始过摇摆竹林，这个摇摆竹林长达20米的弹力杆矩阵会侵蚀你的体力，让你感受到什么叫遥不可及，所以力量、耐力、平衡性能够助你一臂之力。加油！哇，太轻松了。人会比较占优势。臂长腿长的人，臂长腿长会比较占优势，用自己的体重压过去就可以缩短距离。对，就在你身后，他就在你身后。快看来嘞，过来了，跑跑跑，这么近啊！马上到了，哇，厉害厉害厉害，马上到了，哇哇，裁判速度真快，快好快，最后一下，北京成功穿越摇摆竹林。哇塞！哇，他到头了。现在伟霆已经到最后一关了，他正在调整呼吸。
好热，盼盼现在也在朝最后的爬楼冲刺，伟霆要准备开始爬楼了，开始了！哇哦，蛮难爬的，很帅，伟霆加油！加油！盼盼也来了，盼盼好快啊！在爬楼这一段，盼盼很快，伟霆，盼盼很快在追你，加油！缩短，伟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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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霆，你还差最后四层就登顶了，但是盼盼离你只有一层了，盼盼离你只有一层的距离。伟霆，加油！最后两层，加油！最后一层，陈伟霆。陈伟霆，伟霆哥加油！陈伟霆可以的。陈伟霆率先登顶。厉害啊！那个地方滑下来也很恐怖，看着就害怕。下一个就是到底了，来喽！来了来了来了！哇哦！哈哈哈！啊！最主要是靠着你们，听你们打气。我觉得这个耳机是真的非常有用，因为跑到一半说我不想跑，但是你们一起跟我说行了，可以了，所以我就加把劲这样跑。如果没有听到你们声音就跑不了。谢谢，谢谢你们。盼盼回来了，盼盼也吧，盼盼也吧。呀呀呀！从头追到尾啊，一点也不放过我，太恐怖了他。其实我觉得我如果平等的比赛，我应该跑不过他，因为我比他快1分20秒。他最后爬楼的时候真的非常快，超快的，超快。对，你赛道跟黄景瑜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有什么经验要告诉他吗？真的要看对手，如果对手好像他这么厉害的话，不能慢，尤其是他们肯定有力气把我们追上，就拼拼吧。就拼了，拼到底，拼到底。盼盼呢？盼盼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哎，我就是，从小就喜欢运动嘛，也是因为我来到这儿的目的吧，我就喜欢就是挑战自己。虽然跟伟霆哥比输了，但是也没有什么遗憾。就是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还是想挑战你。对，我们算是平等的比赛。谢谢无数的双方都上演了非常精彩的比赛，来给他们再次鼓掌。黄景瑜，请戴上 VR 眼镜，开始挑选你的对手。感觉很嘚瑟哎，这个。哎，哎，红了。沈晨，他这什么能力值啊？这是。这能力值什么情况？
沈晨，来自浙江丽水的特警狙击手，百米射程内能精准狙击发丝。每天12小时的日常综合训练，练就了人民警察的强健体魄。我是追逐者，我是沈晨。帅吗？哎，大家好，我是沈晨，是一名特警狙击手。哇，特警狙击手。同行，同行，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景瑜在《红海行动》里面也演狙击手吗？狙击手其实是所有兵种里边能力值最高的一个，因为他又能打远的很远的敌人，如果敌人近身的时候他又有搏斗的能力，他们有很强的这个刀法训练，地面格斗技很多他们都要会。对对，你之前都训练了吗？我也有这个，之前训练了一点。那个景瑜饰演的，我觉得他演得很棒。第一个，他演出了狙击手的孤独，然后孤独可能大家都是从一些荧幕里了解我们狙击手。对，其实我们的训练非常的枯燥，比如说拿这个米粒去用针去打孔，一个米粒上要打很多个孔，然后我们的话平时24个小时要待命，然后一些包孔，比如说劫持人质、抓捕毒贩、捣毁制毒工厂、移除爆炸物什么的都要。所以你参加的都是相当有危险性的行动。对对对，24小时要待命的。对，好。那你们每天训练要跑多少公里啊？那不一定。那一般都怎么跑？一般就追着你跑。这个感觉很刺激，被特警追着跑是什么感觉？那么我们就准备开始了，两位，请准备，加油！加油！王景玉对沈晨，倒计时。快跑，哥！还跟人打招呼，人一会儿在旁边跟你打招呼，从容。王景瑜，你有60秒的率先领跑时间，目前的速度跟刚刚伟霆的差不多。他跑步是这样，比他快很大。王景瑜很快的已经到了第一个平衡滚筒。现在我们看到是由 vivo 5G 为你传回的实时传送画面。特别快，他要出发了。3、2、1，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王景瑜已经开始过平衡滚筒，非常轻松。我们看到沈晨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很聪明哎，他定速的跑，看到后面会不会发力。我们来看沈晨现在在过平衡滚筒，你看他加速了，非常的稳，哇，挺快的。抖音集装箱，今天的集装箱内含激光阵，需要灵活和快速的通过这片长达11米的神网。哇！他是蜘蛛吗？从底部直接一溜过网，这也太蛮力了！王姐已经顺利通过了抖音集装箱。锦鱼好像速度放慢下来一点。加油加油！王景听得到我说话吗？现在沈晨的速度在加快，他现在已经到集装箱了。沈晨，他现在已经到集装箱了。加油加油！他过集装箱的方式，是我一辈子第一次见到的。是吗？哇，速度真快！哇，这是什么？好快啊！
王景月，他只用了你一半的时间就过了抖音集装箱。王景月已经到摇摆竹林了。进关的创意是根据我们神武三乐园的玩法，手游乐园的玩法来完成的。主要你们觉得摇摆竹林这个游戏其实有点眼熟。哦，很有趣，我要赶紧去玩一下，以后会对这个有帮助。对，大家一起组队玩起来啊！神武四的游戏马上就要上线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很多地方玩到这个游戏。哦，他腿长啊！锦鱼可以尝试把身体的体重再压下一边一点。对。哦，沈晨哥来了。哎，他来了。来了。好，他已经就在你身后。他过来了。王景已经通过了摇摆竹林。加油！他过完竹林了。快跑！他没有停下来，快跑！王景玉、沈晨离你很近，非常近。王景玉已经来到大楼旁，沈晨他已经在过马路了。哇，太高了！这个节目真是把人逼死了。他是不是不敢上去？我也不敢，我下午看了一下，我也。王景玉，他已经就在你身后，非常近。哇，追上来嘞，很快耶！王景瑜加油！王景瑜加油！王景瑜加油！飞啦！就在后面，好快啊！沈晨好快啊！不到一分钟了。距离还在缩小。加油！最后五层了。好高啊！哇，太高了！天哪，这真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天哪，天哪！我的天哪！以后闯关我不爬楼了，到楼下我就认输。我还是可以提醒你，从规则上你现在是可以放弃的。啊，不敢看。
稳。加油！我要感受一次，但是真的太高了。加油！加油！不要放到万人前。啊！哥！哥！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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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蛮好，这个速度刚刚好。来，他们回来了，让我们欢迎他们。欢迎黄金鱼，欢迎沈晨。实话实说，锦鱼啊，顺利完成了全条赛道，在你的预期当中吗？其实不在我预期当中，我跑步真的不是我擅长的项目。我跑到后面真的是一直在跑，不是我在跑，啊是陈伟霆在前面的影子指引着我。我还在了，兄弟。他带着你们的爱，我带着给他的爱。沈晨今天做得非常的好，让大家了解特技另外的一面吧，啊。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然后跟我心目中的荧幕英雄锦鱼是真的英雄 PK， 没有。然后锦鱼很棒，真的，我也拼尽全力了，但是他很厉害，牛，把掌声送给他。谢谢，再次谢谢沈晨，让我们呼喊他的名字，来，3、2、1。再见，晨晨。拜拜。好了，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要向大家报告的是，在我们的录制现场，不出我们预料之外，又在我们意料之外的是，随着离萧敬腾登场越来越近，真的开始下雨了。好，周敏来告诉我们下一轮怎么玩。第五轮挑战赛道的是萧敬腾、钟楚曦。耶！注意哦，这是一轮双人配合赛，双跑。哇！我们两个一起，我跟楚曦一组吗？哇！接下来你们将会结伴作战，来进入这一轮的时间争夺战。穿门装，本对战共一轮，单轮时限90秒，时间守卫者在限定区域内追击两人，一旦接触则视为淘汰，但两位可以任意穿越过门，时间守卫者不可以。若时限内淘汰两人，则成员均未获得额外早跑时间；若淘汰一人，则两位都获得10秒早跑时间；如果都坚持到了最后，则都获得20秒额外早跑时间。现在呢，站在你们面前的是这一轮你们要共同面对的时间守卫者。那他肯定很厉害，很厉害。我看他杀气很重。两位，请入场。加油，可以的。准备好了？没事，我会保护你。谢谢哥。你就在门这里就好了。倒计时。你认错人了！
你怎么只抓一个啊？你认错人了。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加油，工作室，加油！已经熬过70秒的时间了，加油，加油！继续耗他的体力，耗他的体力，耗他的体力。那边绕，最后4秒钟，3秒，2秒，加油，1秒，时间到。主席你还好吗？主席你好吗？啊，主席你抬起头来，整个头都麻了，真的。是不是绑太紧？太久没运动。祝贺，萧敬腾、周楚曦为自己获得了10秒的额外时间。好棒！这是今天的第一集的最后一轮，老萧来吧，请戴上 VR 眼镜，开始挑选你的对手。这么快就不能让我看完吗？好，爆发力好，这目前为止数值最高的。胡月秀，职业搏击运动员，21岁放弃文职工作，投身搏击赛场的他，已在各大职业赛场斩获近10个冠军。对自己狠得了心，只为站上梦想中的舞台。我是追逐者，我是胡月秀。综合格斗运动员啊，对，也是一名影视动作演员。之前是给迪丽热巴，然后王丽坤，还有这位我最喜欢的，对，钟楚曦。八月未央，是你，哦，你还记得？我记得。好荣幸。所以今天也是非常的凑巧，两位原来在戏里的合作，今天是对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赛道的情况，来，请看，3号赛道，1J2，总长1.5公里，包含2个大型装置，分别是摇摆竹林和蜂巢虫洞。蜂巢虫洞本轮已经改变为全新的难度路线。此外，赛道上还分布着3个变量障碍以及终极爬楼挑战。明白了吗？明白。表现很沉重啊。三位，请上赛道。加油！加油！萧敬腾、周楚曦，你们拥有70秒的率先领跑时间，准备，倒计时。3、2、1。以你的速度为主，差不多慢点。你们首先要进入集装箱。哇塞！速度很快，两个人都离开了集装箱。还有3遍。3、2、1。你的追逐者已经来了，他来了，我的好猛，他来了，非常快。现在钟楚曦和萧敬腾还是采用的是共同完成的方式。我不行啊，受不了就慢下来。月秀已经到了集装箱，到集装箱喽。月秀正在通过集装箱，我要过蛮快哦。哦，快了，冷知识场。萧敬腾和钟楚曦好像在放慢了速度。我不行啊！加油，钟楚曦 ！Go！ 慢下来，没事。好，他们现在通过一个变量转弯，摇起来。月秀已经出了集装箱，现在月秀也已经上二楼了。他上二楼了，他上来了，他上来了。你们快往前走两步，快跑，快跑！我不信。
一些真的很累，爬楼梯和爬电梯，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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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下楼了，老肖越秀已经下楼了，下楼了下楼了，他下楼了，擦气擦气不行。就在你身后，你们已经回头看到他了。就在你们身后，就在你们身后了。快跑！回头看一眼，快跑！哇，这好刺激啊！他们两个，你们即将面临第一个装置——摇摆竹林了。王蓝两片区域分别应对的是男女挑战者。慢慢来。他也累了，他累了。你的追逐者已经来了，刚刚我们看到钟楚曦有一些困难，现在岳秀正在紧紧追着钟楚曦，如果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早按了按钮的话，就代表两个人都被追上了。现在他们两个已经顺利过了摇摆竹林了，但是注意，在平跑赛道碰到就算追上了。我不行。钟楚曦有些体力不支了，因为刚刚的时间争夺战对他消耗体力非常的大。你快跑，哥，你快跑，你快跑，你不要管我。哥，你快跑，快跑，你不要管我。钟楚曦被追上，现在岳秀还有一个竞争对象就是老肖。Ready to start plan X。往上走，往下走，看不到，我们现在看不到。看不到。我听到他进来的声音。对。岳秀就在你的正下方，是不是这一边？往下走，往下走。他掉头了。下，赶快下，快走，赶快走。
成了对两人的追逐，这一轮追逐者胜。欢迎萧敬腾、钟楚曦还有岳秀回到舞台。厉害厉害厉害，三个战士，欢迎你们回来。 OK 的 OK， 楚曦没事了吧？现在好点了吗？又岔气，又岔气了。岔气是因为太久，之前太久没有运动，因为很少跑步嘛，对，所以就是哎，怪自己，要去健身房跑一跑。但是真的看得出来，你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团结的，老肖和你之间一直在保持着紧密的合作。他一直在给我加油打气，但我后面就是岔气。但是我又怕他硬撑，因为其实硬撑对身体会不好。就是他赶紧跑，不要管我。这一次因为你们是双人合作。这对来讲应该是一个特别的体验，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个新的考验吧。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可以跟团队一起作战，让我们的心更凝聚在一起。深夜的 CBD， 闪耀出的是每一个真实的光辉。在这里，只有凭借体能和勇气战胜自己，才能获得最大的荣耀。汗水迸发是这个赛场唯一的背景乐，全力奔跑才是追我吧最值得尊重的精神。这一集在追我家族当中，有两位成员拥有了他们各自的第一枚闪电勋章，让我们祝贺黄景瑜、陈伟霆。耶！赛，给你们。互相为对方戴上闪电勋章。接下来祝贺三位今天成功的追逐者。为了鼓励和奖励你们三个的精彩表现呢，看到那里有三座奖杯，我会请每一个追我家族成员在你们的奖杯上签名留念。谢谢，让我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追逐者，也鼓励一下我们今天出色的追我吧团员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共同就来追我吧。在这一集，全新的机械装置正在带着不可阻挡的呼啸声向我们扑面而来，还有中国运动史上伟大的冠军运动员们将会在这里重聚。邹市明已经跟李晓峰在同一条街道上了。哇，老肖走得非常轻巧。上微博搜索追我吧，边看边聊，为最爱的追我家族成员点赞加油，更多精彩互动等你来玩。感谢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 首席娱乐门户合作新浪娱乐、网易娱乐、中国新闻网、凤凰娱乐与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狐娱乐、环球网、中国网、中华网、中青网、一点资讯、天翼视讯、首席支持合作平台百度、秒懂百科、 Award 等平台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更多节目内容可以登录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追我吧浏览互动。